我听见面色苍白的人们喃喃自语，哀悼并密谋着什么。我认出了这些声音，他们来自遥远过去的同伴。我的久未赤裸的缪斯枕在我的胸口，温柔地睡去，因为他们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。我调整好了呼吸，张开翅膀的天使载我而去。